非常的拮据了。好，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阿三斯五一勤工会，那今年包括我们每一年都有在办那个孝亲洗脚活动，因为阿三斯的精神啊，就是敬天爱民，照顾乡里啊，回馈乡里，保家卫民，行侠仗义，悬壶济世。他阿三斯哦，以不但甘苦尽孝，也以身来成高明，所以把这个传承下来，在咱恁西里分离，造成一个香港真大真大的轰动。哦，现主席阿先生这个五一青年会，已经在咧台湾，包括世界的华人，拢真甲咱认同，而且真有意义的工作。一年年年办第六年，能承蒙大家的帮忙。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，就是没有今天这个五一勤工会。